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做冲动汽车吧。风车上的轮子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转呀转，风车上的轮子转呀转，跑遍城市。风车上的门呀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，风车上的门呀开开关关，跑遍城市。风车上的人呀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风车上的人呀上上下下，跑遍城市。上的门呀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，风车上的门呀开开关关，跑遍城市。风车上的人呀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风车上的人呀上上下下，跑遍城市。车上的轮子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转呀转，风车上的轮子转呀转，跑遍城市。小小智慧树，快乐做游戏，耶！你们好啊，我是当当。嘿嘿嘿，我是小嘟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当当，今天我们画什么呀？当当当，想知道今天画什么吗？唱完当当歌，你们就知道啦。哦，要唱当当歌了，你，就是你。快和小嘟嘟一起来唱当当歌吧，当当当，要使劲敲哦。是小花，小朋友，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小花呢？紫色的小花，和小嘟嘟一样的颜色。看，这有那么多的小花，黄色、粉色、橘色。我有一朵橘黄色的小花，当当当当，跟我的衣服一个颜色。当当当，你们太棒了，现在当当要开始涂颜色了，我们快开始唱当当歌吧。啊、哦、又要开始唱当当歌了，要使劲敲哦，准备好。当当当，小朋友，你喜欢什么样颜色的小花呢？快给你的小花也涂上颜色吧。我是一朵小花，哎呦呦，我是一朵小花，哎呦呦，涂颜色的游戏开始啦，快给你的小花涂上你喜欢的颜色吧。
起来数一数，好不好？来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五颗。哦，太棒了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叫呱呱，这是我用纽扣做的小花。你们的小花太可爱了，藏猫猫的游戏要开始了，可爱的小花朵们快来吧，当当当当，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。一当当，小花都藏起来了，你们快点把小花找出来吧。好啊好啊，找到了。小朋友们，快来和小嘟嘟一起找小花吧。找找找呀找，小花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呀找，小花在哪里？小花，啊？你看到小花了？它在哪呢？在草丛里面。啊，在草丛里面。啊，找到了！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把小花叫出来吧。小花，快出来！小花，快出来！小花，小花出来了，你就是你，嘿嘿，快点和小嘟嘟继续找小花吧。找找找呀找，小花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呀找，小花在哪里？小花，小花，嗯，你又看到它了，小花在哪呢？在石头的后面。啊，小花，小嘟嘟看到它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把它叫出来吧。小花，快出来！小花，快出来！小花，快出来！哇，嘿嘿嘿，小花，小花，我们找到了两朵小花了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找第三朵小花吧。找找找呀找，小花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呀找，小花在哪里？小花，小花，啊，你又看到小花了。嗯，它在哪呢？在雨伞下面。哇，在雨伞的下面。和小嘟嘟一起说，小花快出来，小花快出来，小花快出来。嗨，小花出来啦。嗯，小嘟嘟要让小花长高高，长高高。
起来吧。加水啦！哇，长高啦！哇，长高高了！再加水！哇，长高高了，长高高啦！小嘟嘟玩的真开心，真开心！当当当当，我们把小花都找到了。当当当，小嘟嘟你太棒了，小朋友你们也很棒哦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再见。再见。Thank you.
真棒啊！望远镜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看吧。哇，一只小鸟，我看到了一只小鸟。我又看到了，是一朵白云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什么呀？一架飞机。哦，对，我也看到了。哈哈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太棒了，我要奖励你们一个棒棒糖。嗯，对了，一个棒棒糖。棒棒糖送给你。跳舞时间到了，跳舞之前要先做热身运动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啦！跟着鹏鹏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！跟着鹏鹏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！一起扭屁股，鹏鹏扭屁股，大家扭屁股，啦啦啦啦啦！圈圈，再画一个大一点的圈圈，跟着鹏鹏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，跟着鹏鹏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跺跺脚，鹏鹏跺跺脚，大家跺跺脚，啦啦啦啦啦。伸出手，准备好。哇，好漂亮的彩虹呀！准备大彩虹。把胳膊伸直，我们一起画个大彩虹。快看，鹏鹏要画个大彩虹哦！开始，哇，大彩虹，快看，哈、啊，怎么样，很棒吧？
开心了，蹦蹦好高兴，哈哈，快来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的吧。嘿，大家好，我叫张佳宁，我今年两岁了。嘿嘿，天气好的时候我最喜欢在外面玩了，嗯，好开心啊，蹦蹦蹦蹦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哇，这位小朋友真棒啊，还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哦。你也想得到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吗？那就赶快给我们写信吧。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100038信箱123分箱小小智慧树栏目鹏鹏收，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38，千万别忘喽。我们不挥手，妈妈再见，我们不挥手，小朋友再见，我们不挥手，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蹦蹦再见，我们不挥手，托托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嘟嘟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。